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。谢谢你在我生命当中一切美好的恩典和眷顾，我请求你亲自的来引导我的心思意念，让我心思意念一生都蒙主你的喜悦。祈求你带领我人生的每一个脚步，祈求你引导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的决定，祈求你亲自的来保守我心灵里的每一个的感动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更多的施行你奇妙的作为，因为我是葡萄树上的枝子，你就是栽培的人，你来栽培我，让我整个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多的修理，能够更加的干净，能够更加的结果，能够更多的荣耀主的名。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医治我，来除去我身上一切的疾病，除去我身上一切的疾病软弱，除去我身上一切的愚昧，除去我身上一切的黑暗。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，亲自的来带领看顾我的生命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得到完全的更新，能够如鹰展翅上腾，能够如同种子一样冲破泥土，树枝展叶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求你帮助我，求你亲自来带领我，让我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，因为靠着那爱我的，在一切的事情上，我相信我都能够得胜有余。不管是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不管我是在顺利的时候，还是在逆境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如此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